不说起，梦一般剧情凭谁在推移，缘分在偷袭，时间在追逼，那些美好的瞬间的来不易。在感情还能够感人的时代，为什么有情人还在颠沛流离？谁辜负过自己，说不上可惜，谁被世道放逐，身不由己，谁曾朝不保夕，才为幸福而卖力，才舍得面对己。